都几点了你还睡啊？饭我都做好了，家里这么乱你都不能起来收拾收拾啊？这才几点，我得躺一会儿。你起不起啊？不起啊，躺一会儿。行，不起是吧？行，你等着，不起我都让你睡足了。哎，你干嘛是啥？拉床帘睡觉，我陪你一块儿睡。不是你大白天拉床帘干嘛呀？我陪你一块儿睡。你管得我有什么呀？我陪你睡觉。我不睡呢，我这都起，我收拾，我收拾。完了，我不睡呢，收拾。必须睡，来吧，睡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俩就分开睡，我上次卧睡去，咱俩互不打扰。一个老爷们哪那么多事儿呢？给200块钱，拿出去吃饭。200块钱？你打发谁呀？200块钱？我就值200块钱。200块钱我都觉得亏了，你要吧？你凶不累吗你？快走吧你啊！给，这还有20，不行这20也给你呗，拿走快点快。你也总值这个价。妈，你说这话？要吧，不要把钱给我的，把钱给我的，拿过来，你把钱给我的。